阿官，你当安心吗？看起来好心哦，一定好好经营伊的感情。伊甲爱情做伙，一定幸福的。无得甲伊结婚了后，真紧就囡仔，所以讲伊醒起来，替我决定这囡仔要换什么名。身体怎样进修？我去护理站，看什么状况好啊？谁会跟我讲，我到底要安怎做才能离开这？一直困在这种所在，拢不知道时间过偌久啊！我下半世人的人生。人与人会伫咧这种无意义的所在。天公伯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带领我过一个开欠二十万年的后生去弥补。自我甲苦乐生落来了后，我就能把尽过一个做妈妈的责任。所以我拜托你，赶紧让我知影要安怎做才能离开这。我拜托你。我拜托你。哎呦，这新雅那看起来这样孤单，这样可怜的。你拄则是咧创啥？求天公伯啊！哎，不过真可惜啦，你的心声可能只有我听得到。洪文雪，你哪够有这个面出现在我面头前啊？没有，这意识空间是我替你创造的，你敢不是在画天公伯啊？所以我这个造物主应该出现一个啊，应该真感谢我，愿意半用来听你的心声。那无，伫个这连半只骄傲拢无的世界内底。你就一个人安尼自言自语，无人听你讲话，一直到你死，更不是真可怜。你咪甲我讲啊，遮尔好听，伫咧外口的处境，敢有比我搁较好？无，你比我搁较凄惨。就算讲你身躯边有人陪你，不过，因拢甲你无共心，因拢毋是真心爱你、真心关心你的。我真正想无呢，你是安怎个代志，要到这种地步？相公，我无人爱，相公无人真心关心我。啊，无你讲，像是真心爱你。曾华丽，还佮彭吉昌无准算哦。无我来替你算好啊。织田健司，敢是真心爱你？不是，伊爱是金钱，还佮权势。爱情对伊来讲，根本都不是重点。卖讲噶，别说恁两个外色同款。你袂记得啊？我当听到志龙跟我讲的话啊。我听讲织田健司已经离开织田集团，乖乖登去做梁静川的看门狗。所以赶忙登去沈良国单纯梁又清身躯边。妈妈，我继续哄抬你呀，请你不好清楚，是我无爱伊，唔是伊放杀我，这是一顿吵到笑的哦。凊彩你安怎讲啊？规代志拢已经发生啊，无得靠你发现真相是，你是真心爱志良，嘛无得靠是织田健司发现，你心肝真正足恶毒的。甚至比曾华丽更加恐怖，所以伊想要赶紧离开你的身躯边。那拢是我的代志啊，唔免麻烦你替我操烦。对啊，这拢是你的代志，跟我无关系。啊，不过你为了要把这个留在身躯边，失去我的后生，甚至牺牲你查某囡仔幸福，那这点我就要跟你输赢。我
我替我的后生讨一个公道。哎，想袂到呢，你还要困伫个家，你唔过外口的代志，你拢清清楚楚嘛。我会变到安尼，拢是你弟的。既然这所有代志哦，你拢清清楚楚，那呢，你搁较应该感觉阮就一对啊。你迄个鲁莽后生，实在是够狗命啦，怎啊要投胎做凄凉的后生哦？啊，所以伊唔只会这样好运，高攀着阮遐食。啊，若凄凉哦，我是真心爱伊，所以唔只想讲替伊留一个后事。毕竟我甲阿妈婆是十几年啊，也毋捌替伊生过一人灌女啊。唔只老林去留一条命，可以会当当起我奶奶身躯边，甲我奶奶做伙啊。你甲我留伫咧遮，佫想要伤害我的后生？黄文雪，即届我绝对袂让你离开遮。就算要死，我嘛要替你做伙死，因为我无可能给任何机会继续伤害我的后生。我要好你死啊！我来做回死人家！那九阿官对面北方，我无要无见啊！那查某人声音。海生，我想要确定那边北人安全。我要离开啊！红雪，哪里家？红雪，你写公司。红雪，到底创啥？你莫甲应一声。红雪，你拄只甲我讲啥？甲我吞倒去！我甲你讲，今嘛只要你死啊，志良就会属于我的啊！拜拜，去死去！去死！老舅，彭雪，彭雪，你给起来啊！彭雪，志良，我下官，我天真，你起来救我！免话，志良听无，而且伊嘛袂来客气啊！你这查某要死啊，搁伫遐假鬼假怪，你讲死去死啊！你搞起来！起来！只要你伫这个世界，哪奈有真正无法度精神？志良，就是我的，志良永远是我的。放手！之前说你放手。红雪，你给死去！有听到无？我是讲，红山基田哦。你继续，彭雪，彭雪，那股新风线，你哪里去啊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，谁来你的家？彭雪，我早就警告你啊，绝不准再给阿关。现在，你阿关袂怕对面。做甚物事？若是病疫停电，我还真个病房怪怪，我了也关心。不过唔知啊，你竟然买迄车？红雪，伊对只几个人戆心戆心，所以嘛唔知念啥，袂出掉啥共款。你到底变啥棒啊？我哪变啥棒啊？我之前敢不是有跟你讲过，我有睡眠障碍，所以医生唔才建议我会用个打坐冥想啊，改善我的睡眠障碍啊。
也准备我相信你啊。为倒啊拢是哪只？伊是毋是咧是什么邪魔歪道的妖术？所以特别跟这个白帮，你要做法上海关。你是要白讲啥啦？我没有可能要是什么妖术上海你阿关啊？哦，我都只是咧打坐冥想啊。打坐冥想，彭雪，你卖假啊！你凭你最近失控的行为，你会做出什么奇怪、哇真烈的代志，我拢未感觉意外。老实讲啊，对我老姐，你是不是给我打什么符啊？无你是好啊，未啦？自你入来到今嘛，你是对自你目睭看到我伤害你的什么阿官呐？就只是打坐冥想尔，看几几啊垃圾，你就会当脑补遐尼济。我搁讲啥物？做法、大胡啊，搁拜托好无？迄拢是电视也是电影顶面才有诶状况，莫讲讲对现实来好无？我嘛是你嘛是屋顶，去拄到一般人，一世人拢未拄到诶代志。什么精油？什么催眠？我拢拄到啊！彭文轩，还有什么代志？是你母仔做不出来？啊，我破病呢，我连来这治疗都没用的。彭文轩，你讲白话，你不相信我，所以不管我讲啥，你拢认为讲我在讲白话。志良，咱两个翁仔某二十几年啊，你敢无够了解我？我都不是你嘴内底讲的那款恶毒查某。我就只是因为太过爱你，不才做遐戆代志啊！爱我，你没有用爱做理由啊！我已经听起烦了呀！玉桂小姐，你进入疗程刚结束，该再离开，我请你落去。小舅长，拍摄刚好交两点零工位。接单机。一个道头，恁两个真正足有默契的，不管创啥，让他配合个天衣无缝。小舅长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的主人彭文学听有就好啊。彭文学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我不管你要到位做冥想治疗，我会交代病因。以后我不准你再去了，这个阿官的病房，我不给你用任何借口，这个阿官。好笑，无一间病院会当拒绝任何病人啊。啊，不过你无讲，你捌想要伤害进病院院长的妈妈，所以就凭这点，伊就一定会往东的病院大门外口。小秀长。玉桂小姐，真正来病院治疗伊的睡眠障碍啊！好了，希罗，你们上一招，进去啊！玉桂小姐，你先坐。我那头壳有点硬掉。我晓得你急急叫，希罗，出去！天啊，都出轨了！小秀长，你打算对玉桂小姐做什么代志？我哪对你做啥啦？我都要叫伊叫袂清醒，我倒来甲伊摇，伊耳孔老火，甲我无关的。伊哪有可能无淡薄一个老火啦？伊啰，伊啰，坐我等去，坐我等去。这个彭文学绝对邪情败坏，要伤害阿官。阿若无，现在特别算阿官的背帮对面。其实到底想要对阿官从啥？